请二号家庭。大家好。Hello。哎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张美琪，今年24岁，来自安徽，现在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合伙人之一。然后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位个子高挑一点的、白一点的，因为我比较黑，眼睛大一点的。因为你眼睛比较小。互相弥补一下，缺点。对对对。然后，希望热爱运动，大家可以一块健身。谢谢大家。朋友和妈妈。大家好，孟老师好，我是伟琪的妈妈。你老公眼睛很小吗？我老公还好吧，有点懵。你眼睛很大，他眼睛这么小，变异了我说。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，又爱运动，又阳光，又幽默，又有孝心的。您刚才说了两句阜阳话吗？对的，不好意思。非常热爱生活。你在普通话和阜阳话当中自由切换。我想找一个漂亮的、贤惠的、懂事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欢迎你们。本嘉宾由世纪家园网推荐。